嗱，咁你見到啲外國人工作，有一種普通話問二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EG 大国际》。你问吧，我不理你。谁骗你？咁你知咩口音啊？外国人吗？外国人。然后呢？咁你喺外国，都睇边个先系外国人咧？佢咯。他是我眼中的外国人，但是我是当地的外国人。你明白嗎？你不是說台語的，我頂不住你普通話。歡迎收看《EG 大國際》，好久都沒有拍到這個吉他堂了，最近啊，最近就比較繁忙嘛。我呢，幾個禮拜沒有學吉他，你說呢，你於不於心有愧啊？我撲心撲命為了你的事業奮鬥，你就將我的吉他的學業擺在一邊。自己諗你啱唔啱咧？好，咁依家咧就要嚟一堂吉他堂啦。咁 so far 我哋成日都會喺餃子棍嗰度見面，就發現咗一樣好特別嘅嘢，即係佢同埋我嘅普通話咧，基本上係一樣咁好嘅，好到就係嗰啲普通話好嘅人會唔明我哋講咩，但係我哋自己明。咁佢哋要檢討一下咯。嗰啲勁嘅人唔明，就只不過佢哋唔夠我哋勁咯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呢一堂咧就會完全用普通話嚟上堂啊。咁對唔住我嘅。我的剪片啦，可能他的普通话跟我们一样哎。也是啊，也是吗？对呀、啊。你应该明白我们说什么的。明白的。俾我用广东话讲多少嘢先，因为我惊佢听唔明。因为就嚟紧九尖嗰度咧，我同 Koi 姐应该就会去玩一个 acoustic 版嘅夏威夷前度。咁今堂就讲定一个轻易版嘅吉他系点样弹。咁今堂就开始嚟了啦。好，我们开始啦。你听明白这首歌噶嘛？明白啊，很少。那你先弹一支给我听，你会怎么弹啊？你这个线是什么线啊？这个线呢是个棉线。什么是棉线啊？棉线啊。哦，棉线。棉线。我有说错吗？没有啊。我不用唱吗？也唱，当然唱啊。那先注意一下了，给我调吧。再注意一下。干嘛个咩 key 啊？用什么语言？当然是普通话啊，整个影片都是普通话。不了，很像台语哎。越需要，越不要，没有沧桑的恋爱史。不错啊。金粉，我愿意要赴美。困难呢？再见哦，我是台妹子啊。那可以可以这样去做，不哭了，不想了。就弹上下，就弹上条，就上个音，上个音就可以了，了麻烦啊！不是这个调啊，这个调很欺负男生啊！欺负男生，欺负男生，啊、我明白你说什么。当然明白啊！不哭了，不想了，不想就这么。我是挺肯定不是怎么读的。只怕根本。喂，你不要故意读的怎么唱、啊？很好啊，我是专心去咬哪个字啊，根本啊，静静还是根啊？我觉得是金本。OK， 只怕根的，只怕金本，我愿意要抚摸过你苦闷啊！你刚才你笑什么？他的普通话跟广东话是不是？应该是有，广东话是哈，普通话是哈，哈哈叫，对，是哈是哈。哎呦，嘻哈嘻哈，这个普通话的西墙很难打。台湾的朋友会接纳我们吗？接纳，一定接纳。不哭了，不想了，不想走这么没事，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啊，但是我刚才的，我忘记了。大概是这样。老翁，我好像不是这样、啊。你是？我不是啊。你是？你是这样。对对对，我是。哇，我明白了，给我是。你明白了什么？你不给我一些时间，不要处处逼人。坚决去，来来，收手，收手，收手啊！我对了，收皮。收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我出手？你是？是怎么啊？那个顺序找错了。你是？你是怎么啊？我是。哎，明白了。我觉得大家都会明白我们说什么。不如试试整个影片，不要下任何的字幕。对啊，
本来就没有下过右小字幕。他是他们的普通话有没有跟我们一样好？那现在到下一段还是可以用同一个方法，因为就是只有你一支吉他嘛，没有太多的乐器，这个pan排响啊，pan排下有难度的。这个什么？这个叫层次啊，是很有难度去pan排啊，所以可以。对，和像一旦一样，我都觉得还可以啊。不可以，是可以，是可以的。OK， 直接就来这个唱，来害怕没下次。好，才来害怕无下次，继续可多么风景。对，是无。你说什么？没下次。哎，我以为你要说毛下次。这个位置，这个 Jesus for Jesus， 耶稣是吗？耶稣是。悬疑在反复操爱之旅爱到很对啊，我觉得你无法想象以为的情涯就边万水千山，就边天涯海呀象牙，宁愿能小朋友象牙吗？还是象牙？对啊，现在这个是很好玩的位置，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很舒服的。水一再反复，水一再反复，错爱几率也爱到。你一个字有两个音，也爱到；一个字有两个音，机会率又提醒了一个被对啊，他们被的人很疑惑。不错不错，但是这个位置，西出高徒，这个同样同样，就是要这个停顿啊，这个拜宾音符是最后缺的，这个 end part 里面不，你说的是什么？我肯定没有人听明白。OK， 不说废话了，现在的吉他团就到这里吧。希望大家你们会看这个影片，你们不看这个影片，他就不想拍片，我都没有吉他团，很惨。最重要的是啊，记得留意搅屎棍了，man。我们因为会有一个 cover 去退出的，很厉害，就是这个 cover 广东话版的下一回前道。对，我们不会。可能他们想要普通话版，又好像那个告白气球这样啊，那这样叫 GG 了。还有就是订阅扣一折，还有EG 大个仔，EG 大个仔星期一出片，那下期影片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。